今天在干嘛？今天我们收到一个包裹，然后这个包裹是来自我美国那边的家人，我的父母给我的，还有给我们家的汤圆吧。因为是他和我女儿的生日嘛，这个月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birthday vlog。是什么东西呢？看看里面有啥，因为我女儿很小嘛，所以我们帮她来拆开来，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哇，哇塞！这么好看，这是给 Jordan。看到这个形状，我已经知道是哪一种糖，是我在美国最喜欢吃的糖。外面是巧克力，然后里面是花生酱的那种甜甜的。耶！谢谢爸妈，爱你们哦。很多糖，好多糖，还有糖，糖糖糖糖。大家喜欢吃这个吗？可能没吃过。它有不同味道，这个是给我的。这个应该是，哇哦，大家喜欢看 NBA 吗？这个是哪一个？怎么说？球队，这个是哪一个球队呢？这是 Utah Jazz，这是犹他决赛，犹他爵士队犹他爵士队，的睡裤吧，很睡漂裤亮，好舒服。耶！谢谢爸妈，我爸妈应该会看这个视频。哦，有一个小小的给包子，我们等一下开给包子。这个是车车，应该是哦，车车。女儿的年纪比较小，所以她的礼物我们就带开了。哦，这个也是给包子，更多的好吃的，这个是给女儿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一个手机，这哇哦！个应该是一个鲨鱼，粉红色的鲨鱼，然后上面很多按钮，好可爱。还有一个给我们家的汤圆，是什么？哎呦，好可爱一个，太可爱宝了，贝一哇个，塞！是给我唱吗？没有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应该是裤子酷酷，吧？哇，这是适合情人节穿的吧？是啊，2月份的，但是已经过掉了，哦，没好事，可还可以爱。穿。最后有一些卡片，卡片就不给大家看了啊，哈，我们对，就自己悄你悄们的自己读。看。好，感谢爸妈，爱你们，想你们，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事情。我很喜欢跟我的妻子还有孩子开这个 vlog 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像一个生活的一个日历。日然后，记。哦，生活的日记，不好意思，请大家怎么说我的中文纠正我的中文。？No，不是纠正，是请大家 forgive，请大家多耐心对我的中文水平什么的。所以，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拿我们的女儿，然后可能平时我不会拍这个事情，因为不知道就不会想去拍一个视频。但是因为开 vlog 给大家看我们的女儿多可爱。而且肯定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，我们可以回去看，去拿我们这么小的小宝宝，然后把它弄起来。还有一个事情想提到一下，我们上一个视频提到我老婆怀孕还有生孩子的过程，所以我在剪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其实我蛮感动，很感动我老婆牺牲那么多为了我们两个宝宝，然后就觉得，唉。你们那些老公啊，或者爸爸，真的要对你们爱的女人更好，因为他们付出很多。然后大家可以记得去看这个视频，因为会讲很多我老婆生我们女儿的过程，还有很多很多事情。好，我们去拿一下女儿，听到她的叫声，她刚刚起床了。哎，谁在叫？是谁呀？太可爱了吧！开不开心？咦 哎呦哎呦，自己起来了！哇，自自己己起起来来，了，好自己棒，起来！好棒！哇塞！哇，来，哦，哦，来，爸爸包包来！拿，包包拿。哦，站起来。哦，好棒哦，宝宝，开心吧？好可睡得舒服爱！吗？有没有好梦啊？哦，你在干什么，宝贝？跟我们的粉丝说你好，
你好，太可爱了，哎呦，宝贝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再来一个，跟爸爸好像哎，突然觉得像吗？我突然感觉好像，像不像？大家觉得呢？好，我们带你出去玩哈，宝贝，好，和奶奶，然后我们去玩。好哦，他喜欢哦，他要抓这个熊。昨天他过生日，有一个爷爷送给他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太可爱哦，宝宝。喜欢你的大娃娃吗？喜欢。这个是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照。给我看，我想给他们看你小的时候。换我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老婆小的时候有两张照片。好可爱啊，他也抱着一个娃娃，跟我们的女儿一样。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也很可爱，中国风，这是全家福。全家福，我爸爸妈妈结婚十周年拍的。宝贝，宝贝，出来逛姐姐。带宝宝出来吃饭，这家餐厅我小时候我妈经常带我来，现在轮到我带我的宝宝来了，还有我的老公。哇！特意找了一个窗户的位置，所以宝宝可以看看风景。哇！哇！所以不能说当父母没有运动，还是有运动，天天都是运动。哇塞，太多好吃的了，是不是宝贝？都看花了，不知道挑哪一个。好想要。等一下有，等一下有。等一下哈，宝贝。马上。哦。来了，来了。哇。糖也想吃，我也想吃，好漂亮哦！包子，要吃糖吗？糖啊，乖不乖？乖。帅不帅？帅。好，亲你个。妈。乖，给你吃糖糖，甜不甜？不。剥开，甜不甜？甜。你的能力越来越强。对。甜甜。说爱你哦，做这个，爱你哦，哇，好吃，哎呦，哎呦，See you next video， 拜拜。